这个是在我们多伦多丹汤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教会。这个是今天晚上我们林和成弟兄将会在多伦多丹汤，在这个教会里头宣扬神的道。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非常雄伟的这个教堂，它的位置在630号 Spadina and College 那里。这里是非常一个真正的旧社的哥德式教会。Yeah. 我们现在是在晚上的5:45，我们正在做御前的准备工作。OK， 在这里报道为止。